近日，王牌部队一直都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。肖战和黄景瑜联合主演，给我们大家呈现了一部非常具有深刻记忆的好作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强国论坛官方也点名了剧中饰演顾一野的肖战，高度认可顾一野，还称从过去到现在，英雄们不该被遗忘。强国论坛官方表示，从过去到现在，英雄们不该被遗忘。在热播剧《王牌部队》里，黄景瑜和肖战饰演的角色刚刚经历了残酷的战争，也亲眼见到了无数将士付出生命，与他们非常要好的张飞排长就是之一。无论何时，英雄永远存在，他们以及他们的品质不该被遗忘，他们值得活在每个人的心中。相信大家对这一番话非常有感触，不仅仅是因为肖战，而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安定和平的环境下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忘记历史，忘记英雄先烈。除了强国论坛，不少权威媒体都曾谈到肖战，当然更重要的是肖战的顾一野都表达了认可，对王牌部队同样表达了认可。作为粉丝，作为观众，大家都非常清楚，王牌部队不仅仅是肖战的作品，而是一部主旋律作品，看完之后会让我们都有所思考。当然，该剧的成功离不开演员们的发挥，其中肖战更是非常好诠释出了顾一野，还是情绪把控这一点，肖战做得很好。优秀的演员，肖战值得期待，肖战的作品和舞台同样值得期待。英雄不该被遗忘，好作品也不该被遗忘。